小王啊，这个钱包是你捡的吗？是我捡的。真是你捡的吗？真是我捡的呀。你再好好想一想。我怎么好好想想也是我捡的呀。小王啊，我替施主谢谢你。来来来来来，快请坐。小王，你这件事情做得太好了啊，拾金不昧，做了件大好事。你放心，明天就把你这个事迹放在咱们小区的宣传栏，而且要上头条，让你成为咱们小区的红人。哎呀，当哥呀，成不成为红人啥的，那我觉得都不要紧啊。我现在就想好好回家成为一个活人呢，哥。怎么？哥啊，这事儿就只有你能帮我了，也只有你能救我了，哥，你必须得救我啊！没事没事，你说吧，哥指定救你。今天早上吧，我媳妇儿给我10000块钱，让我去还房贷。我这走半道我就把这10000块钱给别的女人花了。那哥救不了你，这事儿哥救不了你。小黄啊，你说你那胆儿也太大了呀！你媳妇儿是干啥的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卖墓地的吗？你说这事他要知道了，脾气一上来，再把你冲了业绩。哎呦，你怎么说话就吓人呼啦的呢？你听我说，干哥不是这么回事啊！我今天早上不去还房贷吗？啊，然后我走到咱家那个胡同前嘛，我就看着一个老太太60多岁，就咵就摔那儿了。哦，我一看这四周也没人啊，我就给扶起来了。哦，然后我就给送医院去了。人大夫说她老严重了，说得必须得住院。让交10000块钱的住院押金，我兜里不正好有10000块钱吗？我就给交了。交完之后，我兜里这10000块钱不就没了吗？我媳妇儿知道这10000块钱要是没了的话，得整死我呀，哥呀！哦，是为这个事儿啊？可不怎么的，小王，你复活了，而且你是满血满蓝的复活，浑身充满了正能量。没事儿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你也不要那么紧张，你把这个事儿跟你爱人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哥呀，我要跟我媳妇儿说，她能相信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她根本就不信呢，她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哎呀，就我吧，我平时在家里，我愿意跟我媳妇儿说两句那种善意的谎言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就是隔三差五的，有时候说个瞎话。我不是隔三差五啊，我是天天说。咋的哥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稍微有点晕。我怎么？哎呀，我说小王啊，这就怪你了。你天天跟你媳妇说瞎话干啥呀？刚哥，我家的情况你多少也了解点吧，对吧？我媳妇贼拉拉厉害，尤其是对我特别抠啊。我一天我跟她说点瞎话，斗智斗勇，我不就为了混点零花钱吗？哥，你爱人不给你零花钱吗？给呀，给不就完了吗？他给的少啊。少你得知足，再少能比我少啊？一个月给30，你赢了。30是太少了，回头我得跟他说说啊，得多给点。30太不像话了。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要不帮我，我今天我真就回不了家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得帮我呀。你这事儿有点麻烦。说啥麻烦？你说我呀是个物业经理是吧？我又不是妇女主任，这事儿我怎么帮你呢？这事儿。哥，我跟你说，哥，咱小区的人都说人赵刚子是这小区里最正直的人，最正派的人，最正经的人，最善良的人。同志们都是这么反应的吗？哎呀，都传开了整个小区里。行，那这事儿我帮你。你看你是不是哥？我刚做了好事，我这是好人呢，这是。放心吧，啊，组织上必须要保护好人。谢谢哥，这事儿交给我了啊。喂，谁呀？刚哥，我是小万呢。啊，小万，我老公今天早上拿了一笔巨款出门了，到现在人都没回来呀。你快帮我查查咱们小区监控，你这要是再没有线索呀，我就只能报警了。小万呐，你别报警啊，你这样，你现在赶快来我物业一趟，好不好？行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我媳妇儿啊，你媳妇儿马上就来。我怎么整啊我呀？没事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啊，一会儿我来保护你。来了来了，这样你先到里屋躲着啊，一会儿我叫你你再出来，好吧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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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撒开，别拽我。姨奶姨奶姨奶，你慢点。姨奶慢点啥呀？因为你都耽误多少事了都啊。你来这儿没用。怎么没有用？这不看见赵刚子了吗？有用。哎，小姨啊，怎么了这是？来来来，别着急，坐这慢慢说。怎么了？人家刚子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今天到处找你呢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是这么回事儿。大姑啊，我说吧，我能说清楚。你说，行行行。今天早上我起来吧，就是
没梳头没洗脸我就出去溜达了，溜达溜达呢我就饿了，想买点吃的，完事儿呢我就碰着姨奶了。说重点。我姨奶就问我，你干啥去啊？我说我没啥事，我溜达溜达我饿了。你说重点。完事我就问我姨奶，我说姨奶你干啥去啊？他说我也没啥事。你能不能说重点？他钱包丢了。哎，这才是重点。明白了，你那钱包里边都有啥呀？有两张银行卡，有一张公交卡，还有2000块钱现金呢。大姑父，你看啊，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少年，我说你来物业找你没用，我带你去小区的垃圾堆翻个遍，如果连那儿都没有的话，咋的？那就真丢了。我现在也不是假丢啊，我跟你玩呢，搁这。哎，王小倩，我问你个事儿，这钱包丢了，跑垃圾桶找啥呀？奥妙就在这里呀。你想啊，大姑父啊，你要是遇上一个有良心的贼，他会把钱包打开，把钱揣兜里边，把钱包扔垃圾桶里边，啪，还给你。那要是没良心的贼呢？那就妥了哟，他会想方设法给你发个短信，请把你的银行卡密码告诉我好吗？谢谢。哎呀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比如说，这个人捡了钱包了。他在积极地寻找失主，如果找不着的话，他有可能送到我物业来，让我帮着寻找。那他得多二呀！王小倩，你这么想可不对啊！现在拾金不昧的人很多，大姑父要真有这儿的话，以后我就不管你叫大姑父了。那你管我叫啥呀？我管你叫爷。不是你管我叫爷，那我见着你爷，我王叔，我怎么称呼啊？还咋称呼？以后你看着我爷。你就管他叫老弟，这孩子你说，行，好好好，王小倩你可真行啊！哎呀，小姨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小姨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说，您丢那个钱包是啥颜色的呀？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对，你看这是你的钱包，对，这就是我的。等会儿等会儿，小姨，还得履行一下程序啊。这就是我的，还里边有啥呀？有两张银行卡，有一张公交卡，还有2000块钱现金。这银行卡是啥银行卡？一个是农业银行的，一个是工商银行的。答对了，你看看。哎呦我天，这钱都在这儿呢，一样都不少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你上垃圾堆翻没用，你得上物业来找来。哎呀，王小倩，这啥话都让你一人说了。大姑父，谢谢啊！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来，你来，啊，找着倩儿啊！哎，我觉得你叫我大姑父就不合适了。就是啊。那叫啥呀？那街坊邻居你们说叫啥呀？对，以后你见着我，你就叫我张爷。对。好嘛，咋不好的？你爷不是他老弟吗？别闹！你奶大姑父，这事你千万别跟我爷说，他要知道这事的话，非踢死我不可。你这啥孩子？看你们以后还瞎说。刚子，哎，捡我钱包的好心人在哪儿？在呢，我给你叫出来啊。哎，小王，来来来来来，巧了，你捡这个钱包是我小姨丢的。哎，小姨啊，就是他捡的你钱包。哎，孩子，谢谢。你看这大过年的，你这是拾金不昧啊。来来来，快来坐点，快来，来坐，让阿姨好好看看你。你看这孩子哈，这家伙长得好，办的事也漂亮。哎呀，我也是。多好，这孩子，你可拉倒吧。人长得磕碜，办的事儿压碜。赵刚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种好人好事必须得在小区里边大力宣传。你放心吧，后续的宣传我们已经全面铺开了。干得漂亮，刚哥，我要我媳妇儿。不是，哎，你媳妇儿来了咋的？是这样的，他今天早上起来拿了10000块钱出去交房贷，碰见一个老人摔倒了，他就把人送到医院，然后把这个钱呀把老人垫付了医药费，他就怕这10000块钱跟他媳妇儿解释不清楚。就这事儿啊？啊，这是好事儿啊，别的事儿你我不敢说，妇女工作你我手拿把掐。这是大姨啊，交给我了。那行，你这样，你赶快进去躲着去，你快去啊，我叫你再出来，明白了吧？快进去。去，刚哥。哎，小妹。哎呀，慢点，刚哥，你找着没有？哦，没找着。完了，我就说吧，这老爷们手里就不能有钱，这一有钱他就不着家，他拴都拴不住啊！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先去报个警。哎，来，你说你这事儿，你着什么急呢？你说，妈呀，这能不着急吗？这么大个事儿啊，赶上不是你老公丢了？不是，你看这话咋说的？那老爷们不回家，咱们作为女人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，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你想一想，我有什么问？对，我有什么问题呀？我有什么问题？我能有什么问题呀？不是，哎呀，还有问题？哎呀，我这心脏啊，小倩儿，哎呀，不是你听他说的话说的啊？你稳住啊！我还有问题？哎，
这家是孩子。你谁呀？哎呀，这心脏啊！你谁呀？还我谁？全小区你打听打听，谁不认识我？我就不认识。那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。你好，我叫王小倩，这回认识了吧？我给我上一边子去吧！我认识你有啥用啊？认识你啊？认识你，我老公能回来呀？不就你这样式的，哪个老爷们愿意回家呀？你再说一遍，我削你，信吗？对，你赢了行不行？你头子，你是冠军。来，那还行。小曼，赢了。不是你这话说的，哥。你别着急啊，这样我帮你分析分析啊。小曼，我问你啊，这个你老公是不是经常不回家呢？那倒没有啊。你看，那这回突然不回家，会不会有点啥事儿呢？哎呀，你别说，哥还真有点原因。嗯，今天早上我给他拿了10000块钱，我说你去交房贷去。嗯，拿着钱人就没影了，一天都没有消息，给我急坏了。要我就说嘛，这男的手里就不能有钱，有钱不一定干啥坏事去了呢。那他要是真干了个好事呢？啊，那不可能啊！他干好事，他第一个时间他得告我呀，他憋不住啊。那他要告诉你了，你能相信吗？那我肯定不信。你看，还是你看，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吗？能有啥问题呀，哥呀？他肯定是办了个好事了。办啥好事？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哥呀，你看我没冲你，不是说你，哥这事儿不包括你啊，真的。那包括谁呀？吓你一跳，包括你，包括谁？还舔脸问呢？嘚瑟啥呀你啊？既然我给你带我单位去，我给你扔墓地里，吓死你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的目的达到了，我不去墓地。不是，孩子，来，我听姨跟你说啊，姨今天早上吧就丢了一个钱包，那就是一个小伙给我捡着的，里边2000块钱呢，一分钱都没少。哎呀妈呀，姨呀，这是个好人呐。那可不咋的。你呀，姨呀，你说那是人家老公，那我老公能和人家比吗？我一个月就给他30块钱，那眼含热泪的接过来呀，2000块钱。那不得疯啊，姨呀、啊！哎，我问你，小曼，那万一捡钱包那个人就是你老公呢？不可能！不是，要是的话呢？假如说，要真是我老公啊，以后我就对他温柔相待，我百般呵护，我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。说话算数不？算数。好，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，亮个相吧。陈哥，没事，小曼，你冷静，啊，你别怕，你过来，小曼，咱说好了啊，只许问问题，不许动手。刚哥，你起来。啊，我肯定不动手。来，好，你出来，来，你出来，你别怕，有你刚哥呢。哎，我都找你一天了，你上哪去了？都急死我了，你吓死我了。呀。你别这样，你这样你说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，你说你哭啥玩意儿？我不着急，我不怕你出事儿吗？哎呀，我能出啥事儿？这不没事儿吗？真没事儿啊！你看这不这，老公，你没事就好啊。10000块钱呢？媳妇儿，我要跟你说，你得信我啊！今天你不让我还房贷吗？然后我走到咱家那个胡同门口那地方，我就看见一个老太太摔倒了，我就给送医院去。送医院之后吧，我这个交了10000块钱住院押金。你骗谁呢？行了，你看我说他不信我，他根本就……哎，不是你说那位女冠军，确实是他做的，就是他，我那钱包也是他捡的。小万，你信你刚哥不？那我信你哥。小万呐，你信刚哥的这些事儿啊，都是小王干的。那你们要都这么说的话，这事儿我信。老公，你也是的。你说你这么伟大，你干了个大好事，你咋不跟我说呢？家给你吓得家都不敢回来。你就这样，你这事儿你回家，我爱你都爱不过来呢。你说我跟你什么心？那玩意儿，10000块钱不没了吗？哎，那都不是事儿。下月我多卖俩墓地，啥不出来了？